富义镇，延亭县境内最大的乡镇，这个地处嘉陵江、涪江分水岭上的集镇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。雷明德，中国当代书画名家，潜移默化的家族影响，让这个扎根乡村教育40多年的他，在父辈的品茗论艺、切磋挥毫中，渐渐地热爱上了绘画艺术。奶糖，今天是党的百年华诞，我们要在北的这个椅子上面贴着党徽。今天是7月1日，雷老师早早的起床，和爱人一起忙着百年华诞庆祝的到来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！繁荣昌盛。